他不拉鸟我。OK， 趁机介绍我们的鼓手李超群，为大家演唱这首歌非常美丽的民谣。民谣，民谣，蔡澜菁老师在1998年的时候，蔡澜菁啊，不是蔡澜菁啊，都是美丽宝岛。啥名啊？给你麻了，美丽的宝岛。
Thank you.